谁挑战就要这么干。我是柚子，我是娟娟。又到我们的饭店系列啦，耶、yeah ！终于可以来轻松的开箱饭店了。对啊，轻松开箱是吧？拜托，我们是做挑战的、欸，连一集也不会放过我们吗？就一集。我肚子好饿，我要先去吃饭。哎、啊欸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上道具。什么？哎、欸、天啊！你看，这什么啊？这怎样？军人要跳孔雀开屏舞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仔细看一下上面夹什么？是钞票啊！假钞哎、欸！还是假的啦！真的在这里！哇，有真的！所以会有这样的钱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挑战啊！自己的年终自己赚，不然嘞？要挑战哦！我们现在呢，就在海霸王旗下的 Hotel 趴趴会哦。你们今天挑战的内容就是西霸战区生存赛一到三关的地图，两人的路线顺序是不一样的。有限制时间吗？当然有啊，限时十分钟。十分钟之后呢，每超过两分钟就会抽走你们身上的一根羽毛。十分钟要闯三关、啊，会不会太少了？你们现在在说话同时，时间已经开始倒数喽。哎、啊，我在五楼哎、欸欸，那我现在跑去了。哎，去趴趴吧。哦哦，这里哦，在这里这里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是爱死泡泡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里吗？没有错。我来这边干嘛？吃冰是不是？没有错。而且你不是吃冰，还要边摇呼啦圈。什么啦？呼啦圈摇怎么吃？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会喂你吃。然后嘞、欸？很难嘞、欸，太难了。先试试看，先试试看，先试试看，来，来来来，好，一二三，来啊，有嘞有嘞，行吧行吧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没在玩，来来来来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保持这个姿势下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呀，很冰啊，一二三，我帮你喂大口一点，你可以吃快一点的啦，好不好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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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嗯，请问得力庄从哪里发迹的？得力庄谁知道？你确定不知道？你看这里有一家火锅店叫打狗霸。打狗霸，然后嘞？想一下，打狗打狗是不是？打狗，高雄高雄是不是高雄？高雄，2025。对。然后我要去那边。快快去！啊，快！啊，我要去了去了去了，快！请问西门町德利庄酒店总共有几层楼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在顶楼五层，五楼。答对了吧？对对。好，下一关。第二题，请问台湾有几间德利庄酒店？答错我会把你毛。五楼。什么五楼？答答答！语无伦次哦。几间？几间饭店？五间。答错。提示。提示。哎，小提示。四间。对，再少一点。两间。对，好，来最后一题，请问 Hotel 趴趴会有的设计风格有几种？任意说出一个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这样你再讲一次，你再请问 Hotel 趴趴会有的这个设计风格有几种？任意说出一种就可以了。日式简约。眼睛怎样？瞎了是不是？你刚刚在房间有看到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工业，工业风。答对了。好，来迎接受天温挑战。冒冷汗。下一关 S 趴趴。2025，这边吗？第二六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！哇，在这里啊！你找到了！耶！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你要找到机会、命运两个宝藏。这么大要怎么找？这有个小小的诀窍，爱要耐心等待。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觉就是感觉。
眼睛大是拿来装饰用的。哎哎哎，没有没有。在摇呼啦圈。在摇呼啦圈，哦，你就这边哦。对啊。哦，他会有，我会摇吗？摇呼啦圈嘛，哎，怎么没有啊？到底是哪里？最喜欢的地方。我最喜欢的。你刚刚不是讲最喜欢摇？摇呼啦，你看哪里啊？这里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这面表示你可以剩下五分钟的时间。五分钟。接下来都是在。耶、yeah, ！第二关 ，ice papa， 哎、欸、，ice papa 的冰都超级有名的，所以我们要吃什么口味的冰？我们今天要吃的是霸王花生雪花冰，噔噔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超经典的、啊，这很好吃。谁想的啊？还要摇呼啦雀？制作单位，制作单位想的，不好意思哈。我会不会摇完？而且你要把这整碗吃完。我的那个羽毛都掉光了，有可能。好，那直接开始喽，来。好太冰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样子有点太厉害了。你以前小时候是有参加什么呼啦圈大赛？我讲话啊，主持人跟你讲话，你在那边不回啊。我有点抓诀窍。什么诀窍？就是脖子要伸直，扭腰摆。因为脖子要伸长，为什么？什么道理？然后屁股要撅起来。不是你，你这样子摇太好了。好了，恭喜！要问你一个问题。请问一下，这个趴趴会有 hotel， 它外面那个外观上面是什么样的动物形状图案？趴趴趴趴趴趴熊吗？趴你个头啦！会哦，会哦，趴趴会哦。金鱼。答对了，恭喜你获得了趴趴会有的房卡一张。我现在要去找房间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要去找房间。哭哭哭哭哭。你看我的羽毛都快被拔光了，我现在很像一只无毛鸡。七二五，找到了。恭喜你找到了，但你超过时间，所以先罚你一个羽毛。I'm sorry。好，开始。藏在哪里呢？慢慢找喽。啊，我看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它一定在保险。我们看起来那么笨吗？但你还是可以试看看。我来看看。居然没有。啊，对。下过两分钟，大家干嘛干嘛干嘛？过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哦，赶快赶快，好，赶快，呀，这个天堂跟我想象中的长得不一样哎、欸，好啊，年轻人，哎、欸，很烫哎、欸，你走上去就会觉得气血在顺了，真的，三个头啊，屁，等一下，好，我刚刚，等会等会，你们西门町德利庄酒店总共有几楼？几楼？这么几楼？这是顶楼，顶楼五楼，五楼五楼五楼。没有，我有运动。你在那边，赶快找我运动这边的。第二问题，请问 Hotel Papa Will 装潢风格有两种，请答出一种。你看他迷路了，他要讲个风格，你很喜欢啊，有种装潢风格。工业风就是工业风，对对对不是好难为吗？太痛了吧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啦。哎、欸，找到什么？机会。哦，恭喜你。机会是什么？机会呢，就是你可以去拔两根柚子的羽毛，交到我这吗？没有错，恭喜，耶、yeah, ！谢谢柚子喽。等一下，不好的消息，干嘛？因为卷卷抽到的机会要拔你两根羽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抽到机会啊！你抽到五分钟，他抽到机会。哎、欸，我还以为我抽到五分钟很好啊！烦死，你们很贱、欸。关注公正的，根本就陷害我、啊。再往前走一步，再问你问题哦。好，赶快赶快，好到了到了到了。请问德利庄酒店在全台湾总共有几间？三间，少一点。两间，两间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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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哪里去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打狗棒打狗棒，我去了，啊，帮我拿一下啦。耶、yeah, ，最后一关，加码赛。
没有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给你们一个享受美食还有翻转的机会。对，还有有可能会没有钱，所以就是一个随机的概念。比赛开始。哎，五分钟。开始煮对不对？对。当然是煮肉啊，煮肉最快。煮肉不快啊。就是你们每倒一盘进去之后呢，就是吃完要检测给他，看可不可以留在汤里面哦。一次只能吃一盘，对。对，没错。好。看，帅哥，对吗？我真的是从凤凰变五毛鸡，我这边10600啊，算好了。你多少？14400。好，那我们扇子的部分呢，一个柚子是14400，然后卷卷是16600。那麻烦看一下你们的菜盘底下总共有多少？刚吃三盘。嗯，这个有吗？欸、我这100块。我这100块。好，第二盘。这个有500。500。哎、欸，我这有500。好，那所以柚子的是14400加600，所以总共是15000。那卷卷呢是10600，然后再加上刚刚的500，所以是11100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优胜得主是柚子。颁奖，谢谢。哎，这真的哎，没有作假哎，真的是真超哎，真的是零元中。看的表情很想哭，我看得出来。但我们今天到海霸王玩一整天也是蛮厉害的，从早到晚没有离开过这里吧？对啊，闯关就闯一整天。真的太强了，而且因为在西门町超方便。要不是因为今天要比赛，其实我们很想要慢下来好好享受这一切，对不对？虽然没有赚到年终，但我觉得我们完成了一系列挑战，还是挑战成功。耶、yeah, ，挑战成功！如果喜欢我们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